我是不断咒，欢迎回来啊！那今天 ，Hello，Hello， 开始又是我了。哎，可乐哈，没有要放在这里，太喜欢它了，像是我们有可乐广告一样。其实我们就一直在玩，他给不给我们钱，我们就放在这里。我就一直在玩这个烂 game。对，这个情况是，哎呀，不对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放水吗？应该拿奈雪的茶。哦，对哦，对不对？但香港应该没有吧？香港有啊，在山顶有一家，真的、啊？对，哇哦！其实你说到这一点，也是跟奈雪的茶，它喜茶之前是有的嘛？香港喜茶是有，喜茶在铜锣湾也有，然后在旺区就几个很人多的地方都有。嗯，我当然今天的我相信很多人会问起奈雪的茶，嗯，然后会让大家觉得说有点失望，意外吗？意外吗？意外不是有点吧？大家都亏钱了，都亏钱了，不是有点失望，是挺失望的。对，是吗？就因为从超购的倍数，一般大家会觉得说超购倍数怎么样？你第一天说明有人愿意接货嘛？对对，对吧？就是你超400倍，那代表说很多人对这货很稀罕。那现在跌了一成了，大家都不稀罕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是在骗人。你是说跌是在骗人？对，我有这个感觉。哦，我有这个感觉，你是逆向思维，因为。以前吧，都通常我们之前有几只这些新股都是提前就截止嘛，嗯，那然后这一家也是，然后我们之前看提前截止的那些股份的话，基本上没有一只是跌的，而通常都是爆的，就开花一样才会去提前。就这个应该，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一次大家是玩一个反招数，先把那个第一个到手上面的那有货的散户的货，那50%的散户的货，先给全部给吸收掉。我感觉是因为它肯定是里面的票已经够了，才会去做截止嘛，提前嘛。那所以应该是我觉得它现在也可能它跌的话是可能会有一些原因在里面的，那可能不会会跌，但是不会散。价那种跌，这次是这样嘛？因为散户的认购的热情很高，所以回购了50%回去。但是在国际配售一早也已经传出风声说，这个其实是，当然也有些人不是那么看好，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资金是很想要货还没有要到的嘛。对对 对，就至少传出来是这样子。所以现在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逆向思维来看这件事情。还是有基金会想要有货的，哪怕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是说现在是先让散户把这个货出境的这样的可能性会有这个可能性呢、啊？那然后的话，其实这么大的一只股份，那也怎么说也有几百亿吧？那这么大的一只股份的话，其实我觉得基金肯定想要一些啊，因为它将来的话肯定进入某一些指数什么的，可能所以那现在已经300亿了，就跌了一成还有300亿，嗯，那所以我觉得就。我觉得他可能就现在因为可能打散户的货出来也是有可能，然后就其他的可能也是有啊，但是我觉得不会是散价的那种跌了，嗯，对对对，所以尤其是就是他如果提前去结的话就没有可能吧，我自己感觉是这个样子了，就是不合理是吗？就是从他的整个市场新股不是说炒气氛吗？炒气氛，就整个市场的那个状态来看不一样，但是这个真的很丑哎、欸，真的很丑啊，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如果、哎、他现在第一天这么丑，那肯定如果要打止损的话就肯定已经打了哈，那然后亏利息的话已经亏得都差不多了，所以如果是比如说妈展借的或者就是从新股的操作来说也是不要挨的吗、嗯、不要挨，先打先走掉，先止损，然后我们再等待有没有重新出现一个阳线，如果在底部出阳线或者是阳线有机会的话突破之前前高我们再进去。哇，我这个我觉得大家心里面会很难受哎，就是本来大家开开心心抽一个新股对吧，如果是很开心的觉得说我还是那个8%的那个幸运儿的话、嗯、结果现在的那个状态是要我先止损，然后如果真的那么有兴趣的话、嗯、去打一个阳线。但其实我现在有一点点想倒过来给大家聊一个问题啊、嗯、就是我最近发现很多新股的这个操作的方式啊，让我是稍微有一点点警惕的、嗯、你看说现在一开始有一只新股京东物流也是哦，怎么讲你是想说、哦、好像它虽然是涨了但是没有涨的好像大家预期中的那么多了、啊、哦，就是如果跟它前面的几次的那个经历相比，那我的感觉是有一点，就是说你说这种热门到底是一个营造出来的热门，还是真正资本市场会觉得说看它里面的东西是好、嗯、我上次跟一个聊吧，他也算是基金那一部分的、嗯、他就跟我说为什么他们没有那么喜欢奈雪的茶，他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奈雪的茶出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又有像喜茶的那个概念，对，以及有一个他不是有一个说很高档的
那种面包嘛，就是可以配合着一起吃的。他说你知道从我们基金的或者说分析师的那个眼光看起来，就这个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业务上面的 bug。 为什么说是个 bug 呢？他说你要生产这么新鲜的原所谓原料很好的很高价的这样的一个面包来增加你的营业额，对吧？而且又好像是有一些 gimmick 在里面。但问题是从我们角度来看，你要因为这件事情对于你的选地点选址分店的选址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你做一般的饮料的一个选址和你需要里面有个 bakery， 就是有一个烘面包房，因为那个原材料的运输还有烘面包房啊，你要你直接生产面包啊，你要有面包房，你要有排风，你要有整个的一个面包房的一个系统，这个对于你的整个的选址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然后成本其实高了很多。对，所以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要去就是你好像跟大家市场上面说的我们有怎么样一些高端的一些设计那些理想什么的东西，然后甚至说我也不在乎稍微前期亏一点钱或者怎么样，但问题从资本市场他说我们就是不喜欢啊，对，我不喜欢它就这么复杂还要搞一个欧包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是两种，就是市场上面一直在炒觉得好像很热，觉得名气听说过，或者说觉得好像听说在内地很红，但是和资本市场真正的去看这只股票我感觉是两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分析师跟这一些所谓的就行内的人也好了，或者是做生意的人也好了，看的东西其实是两码子事情啊，完全是。那通常的话就是我们看那个事情就是反正那个 business model 越简单越好。就因为就比如说有一些为什么我们挺喜欢看的一些叫consumer goods， 就是那些消费品的一些公司，因为很简单嘛。那比如说维达啊这样子啦，就反正一盒那个纸巾我卖出去就好了，就很简单，就我卖多少就多少啊。然后成本你也很看得出木浆的成本或者是怎么样的，纸浆成本、木浆成本，对，那些全部都看得出来，因为国际的价格嘛。那但是如果它的这个产品的架构很复杂啊什么的那些的话，其实作为分析师的话我是不喜欢的，因为你让我的工作变多。对，那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个 valuation 会变得有点。对了，对了，那所以你因为我们通常会做一个就 这个 financial model 嘛，然后做一个 breakdown， 就是我们要将这个它销售额可能分这个产品或者是分地区这样子分出来哈。那但是如果它那个产品结构变复杂的话，就可能会对于这个估值方面的那个困难，还有就是那个透明度可能就会减少了。哎，我很好奇你们的那些 model 是怎么建的？我们那些 model 如果真的要建一个的话，我现在真的我建不出来的，因为真的以前我真的在当非常小低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个 model 出来差不多要两个月了。哦，对，所以就是把这个公司里面的可以你想到的一些 factor 加到这个 model 里面，还有一些是猜出来的。对，我也发现很多的 model 真的是猜，然后其中的一个变量变化一点点的话，这可能整个概念都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到最后的话，我就觉得其实建那个 model 好像就没什么用。所以嘛，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好像有点太高深了，但是你真的实际上去看那只股票或者一些基本面的时候，我们可能未必需要那么夸张。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时候是模糊的这个正确了。Okay. 那然后的话有时候也是其实很多市场上面的资讯已经把你完就帮你完成了这个事情。是的，那比如说我在 Bloomberg 也好，我在万德也好，我可以就找到这一个数据嘛。对对，那然后我就拿市场上面的那个 average 去做就好啊，因为所有的人其实都是这么算嘛。那所以所有的人其实我们在分析师里面的话，他们的资讯其实他们的这个评这个我觉得也是挺公平的啦，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事情了，那所以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股票你去看现在很喜欢把自己叫做第一股，对，对不对？就因为这样的话，他就没有人，就是你很难有一个其他的市场 average 去评价。所以之前的，比如说这个斯摩尔啊，或者这些全部都是，就是反正我没有竞争对手，我是第一家，对，然后你要怎么算都可以。对，我就直接成了100倍 PE。所以那雪茶也不排除是这种感觉，会吗？他跟他会不会因为喜茶也没有上，还是他没有那么困难？我们可以把我不敢说哎，因为我就看过他很多的资料，那然后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他每卖一杯出去的话是亏一杯的钱的。Exactly， 你们看啊，每股收益这个真金白银的就看着啊是负数啊，对啊，那所以那如果我们倒过来说的，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常看那些什么 SaaS 股啊，或者是那些就科网类型的股份，如果它的那个流水或者是那个 database 够大的话，哎，它还是有一个幻想的空间可以去把它转化成为这个利润。那但是我只是卖茶的，
我就想不出来，你卖每卖一杯茶都是亏钱的话，我怎么把这个亏钱的茶转成利润呢？我就想不出来了。所以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可能他上市第一天炒一下，我觉得还好。但是长线投资的话，他连上市第一天都不炒，那都不炒。对。然后长线投资的话，我真的没感到太大的兴趣了。嗯，但你说到那个就是流量或者是这种就是所谓网红茶饮料的消费，其实在内地真的是有它的一个气氛的。如果大家留意一些内地的企业，到了下午说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叫某一个类型的茶品，到奶茶也好啊，喜茶，或者是我不知道奈雪茶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是他们的这个文化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来的时候让香港这个市场觉得说，哦，好像还是很新鲜的概念，好像大家真的是很喜欢，又有网红感觉，又炒得起来，那也炒了第一股嘛。对，但是大家从那个实际的情况已经看到了，我相信大家今天也有相应的一个部署。如果现金持有一股的那一些就是抽中的，也要跟他挨感情吗？嗯，一手的话是500股，那就几千块而已啊。嗯，那我觉得还好吧，有没有亏太多的话，我觉得先拿着吧。好啊，那因为这个跟你有没有那个孖展利息的这个成本还是不一样。对。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跟大家稍微说一下。我知道同一时间，其实现在香港有非常多的股票，包括今天其实有另外一只和黄的，和黄那个医药很好，很多和黄医药的。对，今天上市第二上市很好。但是呢，我这里列举了另外两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时，哎，我不光说港股的嘛，对不对？稍微看一下美股的那个气氛，可能会对今天奈雪的茶让大家有一点点启迪的。因为美股这两天都是那个所谓的生鲜电商的这些中概股在上市，每日鲜优是先上的，它其实和叮咚买菜他们是同一时间去申请在美股上市，但是呢，就为了争这个第一，对。然后你知道每日优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多付多少钱呢？它就是跌破。大跌破啊，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股价吧，大家一看就明白有多么恐怖了一个状态。就是其实中概股最近这段时间，在美股的表现是 OK 的，对吧？这个，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它从最高是11块钱啊，现在回到。最低去到8.12块，那如果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刚刚我们所谓的走流量，你继续是亏损。同样啊，你们看美股收益，仍旧也是这样的亏损。跟大家说一下他们是做什么的，大家对美团非常熟悉。对，美团当时股价跌下来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说我要去做社区团购。对，那他觉得说社区团购是美团就是要走最后一公里，就是外卖嘛，我还要走到社区里面，我才能够把我整个的一个生意链给做全了。那每日优先以及刚刚我们说的叮咚买菜就是美团的竞争对手，而且他们是先进去的，就他们是先开始做，然后美团发现，哎，原来这里是我的兵家必争之地，然后就大家全部涌进去，每个他们的每个背后可能有些是自己创立，然后这撑不下去了，就找了一个互联网的大佬来背后支持一下，就大概都是这种格局，大家可以想象。那现在他们去上市了，但是这个市场的反应是很弱的，所以这件事情是代表说现在的市底没有好到这种故事能够随随便便去支撑任何一个概念股吗？我觉得我倒是觉得说，其实这个所谓的社区团购这个故事，我自己的逻辑我是说不过去的，我完全不掰的。就是把那个我知道你很喜欢美团的是吧？不，就美团是因为他当年在外卖的这个当中，你看到这个创办人，他是怎么样能够打赢这么多，对，然后能够出来，就那个创办人让我很有信心。那个时候，因为大概我们现在看美团的话是10000多的市值嘛，应该15000到17000左右了，那大概的数值了。那然后之前我在看他的时候，大概是10000亿。那10000亿的时候他就说了，哎，我每天做多少个单子，那然后我预期在这个行情出来说哈，2025年的时候，对，一单赚一块嘛，然后就算出来了，10000亿大概是将来2025年的多少倍 PE， 我就直接算了啊，我就算完之后我就觉得，哎，你再搞这个社区团购，这代表说我之前在外卖里面赚的钱我都投到社区团购里面去，是的对，那所以就代表说我之前赚的钱基本上我现在都直接被迫的要跟你去投这个社区团购啊。对，我后来看了一个
个逻辑，就是王兴为什么一定要做，就是因为如果这个东西不把他这个很简单，他就是跟以前他那个什么千团大战百团大战逻辑一样，这个市场他不把它给弄进去，那他就永远这块地方他没有了，他就是先用自己的钱，先用这个损失把这个地盘给砸这个，他要把其他的都打掉。那个打掉，其实这件事情为什么后来你看看就牵涉了一系列的政策问题的？对了，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好像政府不太喜欢他搞这样。比如说，至少现在你看二选一也好，或者是在这方面是低调了很多，大家都出来鞠个躬承认错误了嘛。因为最大的问题是，你想想看，这牵涉到很多人的就业的。对的。你是不是在这个整个的竞争当中，可能你需要很多所谓的团长，就社区团购的团长来帮弄？那等这件事情，等你美团如果假设是这个整个的社区都是你来做了，那到时候那些平时卖菜的小商户。所以就造成它的溢价空间是怎么样了？对了，那旁边菜市场可能卖七块钱，你就卖五块。但是最近你会发现说，这样的一些忧虑，这样的一些当赛，也并没有阻止这些企业继续去做这一块东西，因为他们发现这一块东西他们不能放。对，就有点像打架，你知道吗？就是这是我们两个互相殴对方。就反正我现在是亏的，你先放，你就你不放，我就就不会放，就互相都是还在那边争。你看那些企业都全部要上市啊，我们先要我要钱，他才能够再去玩这场游戏啊。这个游戏没有结束哎。就虽然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好像政策上面一定不喜欢，但是你会发现是有暗涌的，就是他们都还在想办法要有更多的钱投进去，然后要把这个我们每个人，就内地的说法叫菜篮子工程，然后就是其实香港这边就是我们去街市嘛，就是你不用去街市了，他的菜帮你送到你家门口。对，那这件事情你觉得他们会放弃吗？这是每个人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高频消费到比外卖还要夸张。比如说外卖，就比如说今天 Casper 我们等会儿叫个外卖，我们可能就今天叫一单吧。对，你买菜是怎么样的，就是每一家每一户，对，每一家每一户你天天晚上你都要买菜的，你不用买，但是你爸爸妈妈要买啊。但是我就在想这个，因为所有人都在做，对，所有人都在做，然后就要亏钱做，都要亏钱做，然后它其实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对啊，就最大的技术含量就是钱啊，就用钱砸那个 market share 出来。对，它没有，就是服务。对，就说到底了是一个很苦的生意。嗯，就你仔细的去想美团的那个生意和腾讯比啊，这没有那么 juicy 的。对，腾讯很 juicy 的，你游戏，你说你上个礼拜说了吧，对啊，对吧？你自己想想看，你从小到大游戏里面你甩了多少钱进去？就肯定不止一万了，对，一两万。但美团不是说赚那个外卖的钱，它是跟外卖的它去分成，它不赚那一部分。我不是说美团不赚钱，对，我也不是说就是那个东西怎么样，我只是说你仔细的去想，它的业务是个很辛苦的业务。那包括做社区团购，是的，也是很辛苦的，那个股价上面也很辛苦。所以我就在奇怪啊，那如果其他的人都在做这种所谓社区团购的东西，那为什么美团能够真的支撑到这样的一个估值，但人家不行哦？那所以我就一直在疑问，然后整个市场也是非常的红海，都是一直在烧钱，然后去尝试把这个 market share 给占回来这样子。那所以我就对于这个谁能够烧到最后，我相信美团应该会赢了，但是能赢钱吗？不知道，按照我在想这个问题，王兴以前的履历，那他赢了他就赚了。对，很简单，他要把所有人都耗死嘛。对，这件事情就是你不死到最后只有一家，那就是大家还是在亏的，对，还是在拼的，对，对吧？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你想想为什么我不去菜市场买，我要在你这里你送货上门呢？因为你便宜嘛，对不对？那是很内卷的感觉啊，内卷，非常内卷。我觉得整个的就是互联网企业，或者说整个内地的那个文化，内卷的不行。对，这个是有一说一啊，这个内卷我可能就是内卷，如果说的更夸张，就是真的是恶性竞争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开始有了， 对，今天晚上大家看美股谁要上了，滴滴上线定价，滴滴终于要上了，对，美股那边。所以这件事情是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这一些通过内卷，然后这些是还没有经过内卷的考验，就是在内卷的过程中，滴滴也算是内卷某些程度赢家啊，今天上，但是人家还有其他的，还没有赚钱，还有曹操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你有用过其他的一些，就还在。还有易道什么的，就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对对 对，但是就是所谓的头部是很明确的，那肯定了，对对对，那就这个像我们说的那个叮咚买菜，这是昨天它的股价哈，所以大家也看到它的这个情况，这是现在可能
对，收盘价，有55亿的市值啊，那所以算起来就大概400多亿。这个是对。那所以为什么我就一直觉得美团很贵是这个原因、啊？那不一样，不一样，他们只是做社区团购啊，美团有很多，对啊，美团还有外卖嘛。美团社区团购只是美团觉得说我做外卖这种所谓的高频的这种服务以外、嗯、我一定要再增加这个东西，所以这对于美团来说就是我现在愿意输钱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和他的整个比如说票务啊旅游啊、嗯、这方面他也做嘛，就是没有那么高频的交易，对对，所以就是那个规模还是不一样，但是这些大家都来了，嗯，美团的竞争对手急到钱了，再少他其实是折让了，我昨天看。但如果他们能上市的话，其实对于美团来说，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对，就代表说其实有别的选择。对。然后其实如果他上市的话，就代表说他将来融资也是更容易了。就是的，虽然叮咚买菜大家看到他一看市况不妙嘛，看每日优先这个第一股做的这么破发、嗯，然后他融资额度是减少了，但至少人家上到市了，对吧？有融资平台了，融资额度少，那也是钱呐、啊。嗯，对啊。所以我也觉得，对美团其实代表竞争对手某些程度是已经是在更强的一个情况。哇，说一点开心的好不好？英伟达，嗯，收购啊，这件事情是很久了吗？很久了，芯片专家快告诉我们。其实之前大概在我记得应该差不多半年前已经在开始说这个事情了、嗯、对啊，对，但是因为其实 ARM 这个公司它的架构还有股东方面的它有一部分是在中国了、嗯、所以其实如果它英伟达要通过这个收购的话，其实必须有这个我们中国的中国它是生产呢还是怎么样的？就是它有部分的业务是在中国。哦、那如果它这个英伟达收购的话，可能会触动到这整个什么垄断法啊这类的一些东西哈。那所以如果收购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讯号了。哦、就因为以前我们通常一直去做自己的芯片的话，通常我们做的芯片都是 ARM 的结构哈、嗯。因为如果我们用这个旁边另外一个结构叫 x86 哈、嗯、，x86 的话其实是就代表说跟 Intel 那个是同一样的架构哈、嗯、那用那个架构的话好处是它的这个计算的这个速度会快一些，那但是研发中间的这个过程是很困难很漫长的，那所以其实就很多人就哎这个取义舍难的去用了这个 ARM 的结构啊。哦、那所以 ARM 的话就其实代表说就好像 Android 一样，就是开放的就大家都可以用的一个结构。但是它好吗？就是它的那个技术上面是好的吗？技术上面是好的，但是如果给英伟达收购了，英伟达很明显的话就是一家美国公司啊。嗯。那所以如果给英伟达收购了之后，那 ARM 的这个使用权方面或者是将来的一些专利费啊等等的一些，会不会就好像给美国就重新捏在手里的这个感觉？那所以其实对中国的企业来说的话，我觉得不应该未必是一个好事啊。哦，那反而就如果直接我们看这个英伟达股价的话，大家都肯定很开心啊，很嗨啊。现在，嗯，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一些手机用的这一个架构都是用这个 ARM 的一个架构啊，那所以就分别我觉得在这里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对，那昨天或者这段时间啊，我们Jackson 说我那个灰色字体大家看不到，我稍微读一读，现在改来不及了，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怎么样的？是几大所谓的芯片领域的巨头。比如说博通啊，台湾的联发科以及这个 Marvell，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说支持英伟达去收购 ARM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简单来说，这个黑色字体就是在说他们好像几大的芯片公司龙头都说支持。那如果他们从一个支持的一个角度，是代表说收购 ARM 会变得更为有可能吗？所以英伟达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升起来的。但是我们看到说其实是这个 NVDA、嗯、我们看到说其实内地的企业好像没有什么出过声啊，就我觉得就全部我们看到刚刚说话的就是博通啊联发科啊，但全部都是美国巴巴的一些。有股东吗？就是有股东是在英伟达里面的吗？英伟达里面的话应该就没有，或者是多少可能有一些吧，但是不会主要股东。那如果这样的话无所谓啊，就有关系吗？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就可能对于中国来说的话，我觉得影响会大一些。但是如果就本身博通是美国企业嘛，嗯，那然后这个台湾方面也是亲美嘛，对，我们明白。对对对，那所以就有这一些地方的分别了，哦、我觉得。但是英伟达这个升到800块以上，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还未 final 的这样的一个 deal、嗯、升到800块以上，还需要就是长扎是可以吧？长扎绝对可以，是吧？长扎对对，他因为。英伟达方面的话，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这个 revenue breakdown 的话，就挺过瘾的、嗯。那很多的，比如说自动驾驶的芯片，它有份做。
哦，因为它其实它最厉害的我们叫 graphic card 嘛，就通常什么3070 3080那些，就大家可能有打游戏的话可能会熟悉一些。那这一些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电脑上面的这一些画面啊，那些图像的计算。嗯，那如果应用到这一个自动驾驶上面的话，就因为这一些自动驾驶基本上就是我把这个我眼前的影像给打出来，然后我要通过这些计算去帮我这个车子去做这一个自动驾驶嘛，有点像是一个 reflection， 但是它是收集 data， 然后再根据这个路况才做。那所以其实除了游戏跟电脑之外的话，这个自动驾驶对它来说是很大的市场。那以前的话，这个 Tesla 还没有公布说要自己研发芯片的时候，其实它也算是这个自动驾驶芯片里面绝对龙头。明白。那之前 Tesla 也是用它的。那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比如说这挖矿也是用它的卡，嗯，然后很多的，比如说这个这一些叫 IDC， 就是数据中心方面的，也是用它的卡。那所以其实它也算是在这个显卡方面的一个绝对龙头了。那所以基本上长扎我觉得绝对没问题了。嗯，但现在的位置进去会不会有风险？那当然是，但是就得回一点啊。那回一点啊，那就来不及啦。美股这些所谓的，不管是芯片股大涨啊，还是这个都很好。那所以之前如果刚破位的时候没有买的话，那现在就可能有点后悔了。那但是必须的就是，我如果真的要现在去买的话，我们就看技术位的话，有可能紧一点了。明白，就如果现在去买，就自己大家要留意调整的一个。情况啊，也要那个挨得住。你如果回到什么位置，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回到什么位置？我这700吧，好、啊，但是也有点难了，现在800了。对啊，现在这样冲法，有想到会冲的这么快吗？对，还有应该我也没想到这么夸张啊，因为之前也是盘了很久了。对啊，对啊。那但是如果你要挨得住这个寂寞，也不容易的。对啊，这也半年了。对啊，不容易、啊，不止半年了吧？不止半年了吧？对啊。2017年到现在，二零年没有，这个是应该是上面那个图，嗯，差不多是在2020年。那最近芯片的话，就很多公司都走得不错啊。那比如说我最近也一直推荐大家去买的，可以看一下这个 NXPI 啊，嗯，这一些也是跟自动驾驶有关系啊，恩智浦啊，我之前也讲过，你有推过，对，这一支也应该也算是这一些芯片设计公司里面能够受惠到这个自动驾驶方面的。那然后在另外一个消息，一个新闻就是说，因为现在就芯片很短缺嘛，嗯，那短缺的话，其实对于这一些头部就上游的企业来说的话，其实他们也能够受惠，反而是那我们通常只说这个台积电受惠嘛，嗯，但是他来说的话，就是原来单子给到他之后，他也能涨价，然后再给台积电，然后台积电再涨。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做这些芯片的就要买芯片的客户来说的话，其实他们真的挺惨的，就是因为紧缺嘛，你当你用 shortage 来去应对的话，他们是那个台积电上游吗？对，他们是做设计的，然后他们的单子接到的时候，单子接到他们就已经开始涨价了，对，是不是，然后就发给台积电了。对，好夸张，好。那然后这一些企业的话，它是什么都能做。那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驾驶啊，或者是电源控制 IGBT 了，我们叫做。那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车子开门关门啊，开窗关窗这一些，他们也有做。那所以如果逢是这一些车子有关系的一些芯片的话，也是跟它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今天大家看一下整个芯片股的那个浪，就知道说，好像又来了的那种状态啊。美股也真的是非常的强。对。另外，有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好不 好？那个有人问2400，他说今天大升有点心动。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意思哈，是梗、这个是个梗来的，不错、是原底完成吗？因为之前从100多回来，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挨到现在。基本面方面我不确定，因为他那个 TipTap 嘛，好像叫做，他算是一个游戏平台，就是会跳出来。有些时候我们去做不同的玩不同的那个 app， 然后他就在下面跳出来，有些广告跳出来，对，其实也蛮吸引人的。其实有时候是哈、游戏咖，大家再去看上个星期 Casper 过来介绍的游戏股，不要忘记。那然后这个的话，我基本面我不太确定，那因为确实他有一些。它的游戏平台确实蛮大的，但是我不确定它真的能不能真的可能盈利啊什么的。嗯，那所以但是图形方面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那可以尝试一下。现在拿的话，应该挑战之前前高吧，它的72块钱左右吧。对，那但是如果还是那句话，如果在中国你要买游戏股的话，现在这一个点它首选网易。OK， 对。对，
因为还是比你觉得说就是也不差人家，对不对？对，然后还有那个有平台有研发，然后下半年出三个新游戏全部都是爆款、okay.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网易的业绩还有分红率很值得期待。我们很少听说科技股有分红啊，它应该有良率哈。好啊，对，那这个敬请期待啊。对，刚刚 Jackson 说，哎，我们说了这么久，忘了宣传频道了啊。对对对对，大家记得关注 Invest Talk 啦，然后也是多多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啊，因为你如果是 subscribe 呢，然后 like 我们的无事不断说，才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听到，比如说像今天 Casper 这么精彩的分析啦。Casper 自己也有新节目，对不对？快来了哈。啊，对对对对，我在 Reka Finance 那一边的话，就七月八号是第一天哈、啊，然后嘉宾的话是我的老师，你也认识啊。好啊，那我们敬请期待，我们顺便。也帮 Casper， 我们就有台互相之间非常友好。好了，那今天谢谢 Casper 的时间，我们五十不断说、哎、谢谢，还没有停啊，暂停而已，暂停而已啊，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有另外一位美女啊，重磅嘉宾啊，来自我们 JP Morgan 的那个嘉宾，跟马上跟大家见面。欢迎回到我们今天无事不断说啊。那其实大家看到刚刚那个我们把 Casper 送走了，还是有很多家庭观念非常的怀念啊。我看到 Apple Phone 他说请问用波浪理论啊来判定股价高低位有没有参考作用啊，黄金比率呢？但我估计你这个问题是想问 Casper， 这样好不好，我帮你截图然后帮你问，问完了以后下次那个我看看有没有办法有机会 回答你在节目当中，好不好？下个礼拜你也可以继续来看，包括明天我们那个节目看看有没有其他嘉宾能不能回到你的问题啊。哎，今天我们来轮证空间啊，大家记得吗？我们之前有一个小单元会找过 Jessie 过来跟我们聊一些轮证方面的东西，因为其实我们觉得普通话的市场大家对于这一块
还是很多人很想了解，对，但是呢你知道吗，来来去去看的所有的节目都是广东话的，对对对，也如果就是就很多人会觉得说也没有人循循善诱来可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做这方面的一个部署啊。嗯、我刚刚就 just 正好坐下来的时候我就说，哎，怎么样最近大家炒什么会多一点、嗯、我之前以为是像是李宁什么，因为我们这几天看到的很多的新闻都是说李宁啊作为消费板块然后一下子暴涨，有些怎么样的一些股份，对对对对对，但你刚刚说大家其实不一定啊，现在那个资金流其实不一定是这个角度，是吗？像李宁啊，还有这些消费概念，因为它其实涨得特别快，当天已经涨了百分之、嗯、当李宁其实出了一个银喜之后，当天涨了20%嘛，包括带动了这些消费股份，它涨得太快的时候，轮证追高的这个追高的资金其实量不是特别大，当然是有的，相对来讲小一点点，可能投资者会觉得获利的空间相对来讲就是它已经飙上去了，是这样理解吗？对、okay. 你要在当你在当之前一天买的话，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个消息，你的获利会很大，那么所以其实当你到了20%的时候，相对来讲资金可能会当天会小注的去买一个淡仓资金，去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回落的这样的、oh. 相对来讲会多一点点。那么其实刚刚我们在聊最近你说资金量比较大的在买什么，我们其实看到你有图可以给大家看，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嗯、其实最近的话我们看到大家可能知道美股的话可能经常在看新闻的话，每天早上起来美股都在反复的寻顶啊，虽然它的那个波幅不是很大，但它其实在反复的寻顶，那么其实港股往往在29000这个关口呢，比较尴尬，一直没有很稳，29000一直上不上去，29000对，一直没有站上去。那另外科技股今年相对来讲，可能大家会比较失望，去年大家都在科技股上买，轮证资金一定是在科技股上，可能获利不少。今年可能往往是相对来讲比较的失望一点点。最近资金在买什么？实际上最近的资金有很多不同的焦点板块，那比较明显的资金。我们看到虽然我们这是过去五天，我看一个比较短期的，那其实虽然港股的科技股呢在今年以来表现的相对来讲一般，那么在最近五天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反弹、嗯、跟美股虽然还没有相对来讲有点人家都新高了，对，还没有，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团啊包括百度啊之前不太动，百度、嗯、包括其实顺宇光也表现的非常好，那么这些股在反弹，但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榜单上看不到腾讯就是基本上看不到腾讯，所以相对来讲腾讯表现的是腾讯是被点穴了叫做，对，比较的弱但是其实轮证资金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下，我其实想给大家看一下最近这三天的话这个轮证资金的一个走向在哪边，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背驰，如果我们看三天呢，我们看相对来讲可能3至5天的，如果看三天的话，实际上轮证资金还是腾讯排在第一名的，2400万在、哦、仍然在买，这是最近三个交易日，然后看到这个资金的流，对对对，刚刚我们看的那个bar呢、嗯、说的是这个股价的表现，给大家比较一下，腾讯是没有特别的，在过去五天基本上腾讯没有在榜单上，那么过去五天我们同样看五天的话，美团不是刚刚我说美团还有哔哩哔哩其实长得比较好，但哔哩哔哩其实很奇怪，最近我们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资金在买它，反而是美团有一个大概接近10%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弹的时候，资金开始反手造蛋了，然后非常明显的是流出它的好仓，那么基本上这个一个小涨幅的话，之前买的这帮轮证好仓的资金就获利流走了，那么可能还是觉得美团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一个这样子的阻力在这边、嗯、那整个可能科技股呢大家最近不是有很好没有特别多的消息出来，所以赶紧就买淡仓了、嗯、那么腾讯呢依然是非常坚持的在买好仓，我们看一下，其实想给大家看一下腾讯，因为其实比较有趣的是我们看到最近沪港通，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的话，沪港通的资金，腾讯的话大概在今年的这过去的几个月之中，腾讯好像已经就是20%的这个市盈率 market share 已经都没有了，然后现在目前一直在600块钱以下潜水，对吧、嗯、对，这个是大家如果看到的话，我们看一下在最近一个月，其实像六月以来相当于整个六月是唯一一个沪港通资金整个卖出腾讯的，那么在去年五月以来接近一年的时间，我们看整个每个月的这样流出和流入，六月是唯一的一个月是呈现流出的状态，整体大概有接近120亿117亿的资金是流出腾讯，那就是说内地的投资者可能不看好腾讯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以往的来看其实对腾讯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支撑，我们从看如果是看年初的来讲的话，
一直是呈现买入的状态，但是最近你看这个时候从年初就蓝色的那个坝大家其实也很熟悉，就是北水，我们说啊北水最近在买什么，你看以前都是说啊北水又花了多少钱买入腾讯，最近大家已经很明显看到钱都去买去买美团啊或者腾讯，对，一百多亿的话基本上是流出腾讯，但是轮政资金还是仍然很坚挺的在，很有意思，是因为轮政的资金未必是北水吗？对，轮政的资金未必是美水，因为它基本上是香港本地的投资者，或者是已经在香港开了户的投，就是基本上资金已经在香港的资金，对对对对，而且相对来讲，可能轮政的资金他们的走，相对来讲短期一点点。那你基本上只要破了这个600块钱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腾讯的资金了，破了600块钱，大家都会有一个都会有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腾讯的，哦，不好意思，看一下个股的资金流，基本上是在。就是破了600块钱他们就会有一个博反弹的这样子的一个就跌破600块的时候，对，就大家就去博腾讯的反弹，对，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大概600零几块，嗯，跌破600块的时候就很明显的有好仓资金在流入它，嗯，所以大家轮政资金可能相对来讲看的比较短线一点点，嗯，觉得600块钱腾讯仍然可能还是会站得稳的，嗯，所以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仍然看到资金还是很坚持的在买腾讯的好仓，嗯，虽然你好像觉得啊，这个北水都没有在流入啊再买了，然后600块钱暂时也没有上去，但仍然我们看到腾讯好仓的投资者还是有的在这边。你知道我很喜欢看你们的那些就是资金流啊，嗯，或者是这种统计数据，一方面就是你看免费的帮我统计，我不用自己一个去计算了，对吧？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很好的地方是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分配的情况，比如说大家现在很关注北水买一些什么样的股份，嗯，但就像你说的北水有些时候不是说你今天说他买入然后明天第二天他一定是涨的嘛， 对不对？但是有可能轮政的它的真的是很迅速的可以看到这个市场接下来的一个部署，对，像你比如说像今天的话，就像腾讯仍然是表现的比较弱，其实今天那我们看到还是有一部分资金在买它的好仓，所以比较短线投资者来讲觉得短期腾讯可能跌破600块还是有一个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包括另外的话其实有一部分投资者是在像留意阿里巴巴之前我们可能说受到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等等在影响它的话，阿里巴巴的话之前是不大股价表现相对来讲比较低迷的。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因为阿里巴巴其实股价是连升四天到一百天线大概也就是可能200块钱开始反弹，然后一百天线可能250块钱头，今天已经站上200块钱，实际上它好仓资金在不断流出，然后去有一个小回落的时候呢阿里巴巴就有资金在流入它进行就是播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弹。所以你说轮政资金是不是不太喜欢科技股份了，也并不完全是，这些大型的科技股份当然当他们有一个回落出现一个小小的机会的时候，嗯，心理关口的时候资金其实往往在留意他们。我觉得你是个很好的提醒，哎，就是已经很涨起来的或者一日里面已经飙涨了这么多的，嗯，反而不一定是他们真正的是继续做好仓的一个因素， 对不对？但现在呢比较那个波折一点的或者说矮了一下的那些关键位置失守的情况，嗯，钱可能某些程度正在进去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所以不一定是说只是我一定要玩轮然后我才需要去看的，甚至其实你在玩正股的时候这些资金面的东西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对，如果你玩正股可能炒一个就是可能短线啊，或者是其实资金流也可以帮你去看一看目前市场上的投资，是的，短线投资者怎么看，他们怎么部署自己的资金，是是是，所以灵活利用啊，免费的在这里这么多的一些消息。而且可能另外我觉得大型的科技股因为它每一股比较贵，所以当你如果做很短线的话可能并不一定获利会比较的有这么高，所以可能往往大家在做短线的时候倾向用这样的轮政，是因为它有杠杆，是包括你的入市资金可能小注嘛，小注可能做一个反弹或者是一个对冲的部署，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愿意选择轮政来做这些相对来讲比较大型的科技股份。嗯，对。那如果稍微就是看长一点的，比如说对于下半年，嗯，大家也会不会问你们的一些判断啊，嗯，预测说就去年如果大家都是靠不管是买那个科技股的轮或者是正股来赚了一大笔的，嗯，那今年下半年有机会恢复到这样状态吗？嗯，尤其我们看到美股那一边的状态这么好的时候。嗯，我们下半年的这个整体的预测不太可以不太敢给自己不敢披露不敢给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在这边。但我们其实看到在美股的方面呢，我们其实当我们有推出一个美股的这样子的一个指数，可能以前大家觉得我们只看港股的这些市场科技股啊，然后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有推出一些美股的指数，也是看到本地的投资，因为
为美股确实涨得不错，本地的投资者对一些美股呢也有一定的需求，但是你在每天晚上熬夜选股啊，包括自己去了解每一只股份，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在这边。那我们其实有推出三只相应的美股指数，像道指啊、纳斯达克和标准普尔，大家可能其实这些都是常常看新闻，第二天我们起床就看到新闻，这些指数的这些一个走势，往往都会影响到港股的走势。那么大家其实也有留意到的话，标指和那个纳斯达克最近都在创新高，特别是每天早上。对，像纳斯达克的话，就可能就是美股的科技股份，相对来讲表现的还是蛮不错的，跟我们港股的这些大型的科技股来比较，它的走势是比较的好的。所以大家不妨可能就是，如果你想部署又并不太特别想去选每一只的股份，大家不妨可以考虑一下用指数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部署。那么它其实我们是跟亚洲时段的期货走，那你可能像炒牛熊证和炒那个恒指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它亚洲时段的期货呢，它的波动率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你可能每早上买晚上出的这个盈利不一定会有特别多这样的机会，除非它大涨嘛，因为美股是关市的，所以它很相对来讲比较平稳。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资金呢，拿的时间会相对来讲长一点点，比这个炒恒指比买卖恒生指数的这个产品的投资者的这个时间会长一点点。那么接下来可能大家会看到，美股的话，比如说基建达成了这样子一个基建的协议啊，包括这个联储局最近一直在给通货降温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就不像是就是大家都在讲啊，不行啊，要放音了。放音了，但是这个音就是放不出来，一直都还在给它缓和。而且就是虽然有一些很好像很厉害的说要 tapering 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些言论出来，对对对，但你感觉得到在就业或者各方面没有让他们很有信心的那一刻，是不是你至少你现在就要看嘛，就很明显的如果市场在收水的话，这个但是你看到纳指的新高和标准普尔的新高，你就觉得这个状态有点不对头嘛，没错，是还有最后一击还是说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实这个星期五就会公布一个就业的报告，往往这个数据是很比如说交易员啊、基金经理都很注意的，那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么如果你想相应的可能部署，觉得还继续创新高，那我们可能买一只认购证。那如果是觉得或者是你持有美股了，那你觉得做个对冲，那也有一个认沽证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这可能就并不是涉及到每一只单个的股票，而是一个整体市场，你可能会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部署。那么也有相应的这些产品在下面，在大家可以去选，今天就不会给大家一个细细的这样去过了。对，那么可能会有投资者问说，那我要怎么买啊？那其实际上你的话跟港股的时间是一样的，港股开市你就可以买。所以你刚刚说的亚洲的交易时段是说就是跟港股那边是一样的？对，我们这个的它的开价就是港股9:30到4:00，那你在港股交易时段就可以直接买卖。那你觉得可能说星期五会有星期五是它是美国的星期五公布嘛？那像我已经是我们的星期六的时间了，那你可能星期四星期五就已经星期四假期星期五就可以部署了。那你觉得周末出来以后第二天市场会是星期一市场，你就可以提早做一个部署了。这个可能就是不是你在日内做一个部署，相对来讲拿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那港股的时段就可以交易，另外的话其实跟港股的这个轮证是一样的，你用港股的这样的一个账号就已经可以去买卖相应的这样子的美股的指数挂钩的这样的轮证产品。那好的，另外大家会说，对，另外说，那我要是不是要美金？其实也不用，你实际上是港股的账户嘛，你实际上是用港元来计价的，它已经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转换。但大家其实港元跟美元是联动的嘛，所以它其实汇率风险相对来讲是比较的小一点点。希望这个解决了大家的一些疑问，很多疑问啊，时间说了，然后它那个你用港币也可以，对不对？对，所以那个基本上来说，如果你对于美股市场，不管你是看好还是看淡的话，其实很好，就是它你两边都能选嘛，这个就是考你判断的时候了，对不对？当然就像你刚刚所说的，现在好像美联储那边对于整个就业的数据有可能比这个通胀更关注的一个状态，也是可以在这个数据当中可以得到体现，看看到底怎么走吧。今天时间差不多，谢谢今天我们那个 Jess 啊的光临我们今天现场，然后呢也是给我们带来这么重要的一个轮证空间，下次再来好不好？来给我们多介绍一些不管是资金流啊还是各方面的一个情况。那也同样的我们做一个 disclaimer 吧，那个本节目内容及提供之资料呢仅供参考，结构性产品并没有抵押品，如发行人及担保人无力偿还或违约的话，投资者
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之价格可急升也可急跌，投资者或会损失部分或所有投资。过往表现并不代表将来的表现，投资者需详阅有关上市文件，自行评估风险，并在需要时咨询专业顾问。明天再会。